听说我们有的是没收嘛，那个你那住了你那公安过来没收嘛，没收听他们说没收的虎华嘛。 那当然怕啦！如果真正是有的，这里面的那怎么不怕？我看到报纸那边看了报纸，他说是那火点，是那个那鸽子引起的，我看没有那么火并那么认真呢。 那如果说你说火点的话，那么全世界的各地都很多啦，都会火点，是不是啊？那么那个市场里面的人可能全部都被点。不是的，那你火点是一种那个气候引起的，不是什么野生动物啊，哎引起的，想那个野生动物把那个野生动物偷到那个野生动物身上了，是不是啊？ 그 정도 내 있어요.